由农委会食蔬保食局指导，鹿谷乡出乡社区发展协会等单位举办的这场活动开幕仪式，由社区理事长李光耀主持，地方树老等贵宾到场观礼。咱叫做周叔公的力量吼，这是一种信仰啊，让咱的村民呢，会当大家拢团结哦，大家会当团结起来来啊参与这个会，啊嘛会当让咱带动咱这个村里吼一挂地的文化较好啊呢。来哈，好可爱哦，来一起。活动在祭拜仪式完成，出现国脚竹口笛金彩演奏后拉开序幕。李光耀理事长指出，希望借由缅怀举人林凤池，从大陆带回36株乌龙茶苗，成就今日的鹿谷茶香美誉。初坑社区初坑这个名是一个真美丽一个名啊，尤其咱社区内底阁有林凤池举人啊，甲参会做事工，所以讲咱希望讲要甲咱在地的这个文化部分，甲结合甲家己咱在地的产业，就是咱鹿谷乡上有名迄个地的部分，能会使结合做伙。来做一个推广，啊嘛，甲这会使变作咱社区的一个特色。林鹿村村长列树、林凤池举人出乡茶的故事，也期许以活动带动社区茶产业。而王登安校长则强调，借活动将茶历史文化传承发扬光大，让学生了解社区文化，进而认同出乡社区。希望咧，哦，咱即摆咱社区这边只吼，会当啊，将咱这个技人吼，咱这个地文化吼，能够把它发扬光大，啊，借着这个机会咧，啊，呼吁，啊，咱所有的，啊，咱初溪社区所有的这些居民，啊，咱这些市大，啊，大家共同参与。学校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文化活动，能够让学生了解社区、认识社区、认同社区，那也希望，啊，我们学校能够达到啊社区学校化、学校社区化的目的。社区还安排茶席品茶、古早采茶表演、农特产品推广展售品尝、录制铜茶 DIY、品茶对对碰、洞顶乌龙冷泡茶 DIY、雕花茶罐、茶书签等，让社区民众欢度，也感受社区团聚的一天。